1971年的剧院，我们今天玩的是方块逃脱的剧院啊，因为不明原因，所以我们刚刚录制的游戏录制到一半就断掉了，所以我还记得流程啊，我们就按照刚刚的流程来跑好了。这录影程式真是拿他没办法。录到一半给我断掉，那我还要全部重跑一次。算了，反正这个流程知道以后就跑得很快了。但是这个很麻烦呢。干毒死了！那你这样我就出不来了。整个游戏就这边最麻烦。Welcome to the theater of your mind. My name is Mr. Owl, and this evening I present to you 6 plays about the past, the present, and the future. It's showtime.
The Lady of the Lake. Can you play the piano? C, D, E, F, G, A, B.按照这个 D A D F A C， 然后再配上那个提示来弹，就可以得到了。我脸崩了，快点，我要吃饭了，刚刚本来就应该要录好了。方形花，又不对了。是有人在这个地方堕胎是吧？蠢。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样子，不对，The Sun。我在剧院很麻烦啊，说实在话，我不太想要玩第二次。如果是像以前的那个什么，以前的关卡的说话还好说，这个就真的不太好过。
啊，调第二杯酒，你该喝。The fish and the parrot。来，继续玩接水管的游戏。吐出种子，接下来要给鸟吃。没用的哈维。应该是这样吧。哎。啊，不要从这边了。An intermezzo by Mr. Crow。 啊，这个比较简单。就按照他的手势来点灯就好了。这个就按照他撞击的声音次数来点灯。按照那个鸟的眼睛来点灯。Remember the seasons。这地方比较麻烦，这地方要看照片。I don't remember what happened。好，你不知道就不知道。照片是花、月、人的白色。要摆精准一点。不能露出手腕。哎，所以我说这个地方比较麻烦，就这个样子，一定要很精准的按照照片的来摆。花会稍微突出一点，然后月。
好了，有了。五个方块降下来了。I don't remember what happened. 。That man looks like he could use another drink. 我也知道他想要喝第二杯耶，第二杯半价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杯子嘞？怎么少一个杯子 ？I don't remember what happened. I don't remember what happened. 欸，我少了哪一个步骤？我自己刚完以后又马上忘掉了。啊，少一个玻璃杯了，难怪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个等一下再开。爱心五，手势二，十字八，三角七。爱心五，手十二，十字八，啊，这次流程就很快了。叫什么叫？他要被割了一次喉了。The mill. Are you ready for the final play? 好。His memories belong to the lake now. Extracting them caused a corrupted soul. One of the six stages of the wheel. 最后的考验，在六个风车。那六个风车的话，我们要按照对应的颜色来摆。所谓的对应颜色是在这里，我们记好这个顺序：问号、
问号乌鸦黑影树鱼人，问鸦黑影树鱼人，问号绿，然后这个颜色，人影树鱼是蓝，最后一个是白，问号乌鸦黑影树鱼人。Your mind is reaching a higher state of consciousness. 我最近发现录音的时录游戏的时候，那麦克风的那个底噪都特别大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我降噪的那个选项把它关掉了，难怪它噪音特别大。这次应该会比较改善大部分的那个噪音了啦，所以这次应该比较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刚刚我们一个小时结束。然后这一次因为知道流程以后，二十几分钟就结束了。果然，你那个什么解谜游戏，知道通关流程以后就没那么有意思了。你还来哦？来了也没有用，我要走了。To be continued。所以他的意思是叫我们下次方块逃脱的最后一个。付费免付费版本洞穴再见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因为前面录失败一次了，我也不想再浪费时间，我们今天方块逃生就玩到这边为止。那剧情的部分这一次也是一样，脑洞很大，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跟你们讲说剧情跟主轴有什么连贯性，你们就要自己看故事自己推理吧。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拜拜。